管是男生女生，说过来一个 girl， 每个人都是哎呀，很娇羞，对对对，我以后养小孩不会跟他讲这些话，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娇羞的女孩子、嗯。这就是女人给自己的包袱。大家认定所谓 growling 一定是柔弱的吗？我觉得我帮你拉椅子，帮你开为你服务，这就代表那个不叫柔弱，那是叫什么？那个叫做礼貌。女性的柔弱是一个很大的武器，对不对？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。什么是 be like a girl？ 什么是 be like a boy？ 要教育小孩的是 be yourself， do your best。敬请收看本周讲量化。本节目由联胜律师事务所、哈佛商学全方位、世慧玲 Vision Smart、Beauty Creator 赞助播出。